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始。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比赛也进行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每期都有实力选手被淘汰，让观众十分舍不得。四位队长更是舍不得了。最新一期的舞蹈呢，要进行的是舞蹈的融合，要把这个国标现代舞与街舞进行融合，再由四个队两两 battle， 胜利的晋级半决赛，失败的蒋敏玲淘汰，真是越来越残酷了。上一期四个队已经抽好了签，这一期一开始呢就直接 battle。往这里看，战队在国标和现代舞的融合当中赢过核心武器战队和哇哇酷宝战队。核心武器战队和哇哇酷宝战队又分别在古典舞和民族舞融合当中都赢了一波王炸战队。于是呢，在前半场的团舞当中，王嘉尔队五名的队员全员晋级，张艺兴队和钟汉良队分别晋级两名，王一博队团舞全面。团舞王嘉尔队和王一博队一个全员晋级，一个全面，这样的结果既出乎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王嘉尔在当初选人的时候，队员都很年轻，没有其他的队那么多的 OG， 可是他的战队创意不断，十分有活力，能够成为最多晋级的战队也是意料之中的。而王一博队的 OG 很多，同时也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毛病啊， battle 型选手太多了，团舞太吃亏，这个缺陷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一波王炸的战队了。一到起舞和拼编舞的时候，一波王炸就大概率会失败。而在之前的淘汰当中啊，王一博还把战队当中的编舞给淘汰了，现在团舞和人家拼编舞自然是一败涂地了。但是王一博这样做呢也是有他的考量的，毕竟以往的这届街舞最后都是得看个人 battle 水平的，谁知道这一次战队能够在起舞和编舞之上吃亏这么多呢？不过团舞当中全面并不等于说一波王炸无缘半决赛，在后半场当中就是被淘汰的选手进行抢七，将晋级三名选手参加抢七的分别是一波王炸的布布、杨凯、公孙无名、大庭、张艺兴队的腾仔、钟汉良队的小宝和苏恋雅。一波王炸的几乎全都是 battle 大神，几乎可以预见这一次的抢七是有多精彩了。果然在事关晋级半决赛的时候呢，所有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连编舞型的选手苏恋雅都拼了命。但是大神毕竟是大神，这一次抢七成了一波王炸的队内秀。步步作为世界顶尖的舞者，在抢七当中的优势是压倒性的，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舞种的选手，步步都能够发大招赢过。最后步步一穿七毫无悬念，队长王一博在下面激动不已，兴奋到了直接把自己的凳子都给扔了出去。也无怪王一博这么激动了，步步的 battle 实在是太炸了，作为步步迷弟的一博情难自禁也是可以理解。不过在祝贺完步步之后呢，细心的观众发现王一博默默的把之前扔了的凳子给乖乖的捡回来扶好了，和先前激动的王一博判若两人，实在是太可爱了。这时候的王一博想必也是让自己平静下来了吧。接下来的杨凯也很快获得了七分，获得第二个晋级名额，但接下来抢七时间有限，一波王炸的公孙无名和大庭没有轮到时间就已经到了，于是最后一个晋级名额被腾仔获得，于是他俩最终被淘汰了。最终能够获得晋级机会的是输在时间之上而不是实力上，看来一波王炸的运气还是差了点啊。一波王炸团舞全灭，抢七却成队内秀，这是王一博当初选队员的时候就能够预料到的结果。不管如何，一波王炸还是有两名队员晋级了半决赛的，虽然这两名队员是国内世界的大神，但是在官方赛制的时候对于一波王炸战队并不友好的情况之下，他们是否能够继续进入到决赛还是未知数呢？各位小伙伴，你们看好一波王炸进入到决赛吗？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